那时候，约望向耶稣说：师傅，我们见过一个人，他因你的名字驱魔，我们禁止了他，因为他不跟从我们。耶稣说：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一个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，就会立即诽谤我，因为谁不反对我们，就是倾向我们。谁如果因你们属于基督，而给你们一杯水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。谁如果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，倒不如拿一块劳拉的磨石，套在他的颈项，投到海里，为他更好。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，砍掉他。你残废进入生命，比有两只手而下地狱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。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，砍掉它。你瘸腿进入生命，比有双脚而被投入地狱里更好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，剜出它来。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，比有两只眼而被投入地狱里更好，那里的虫不死，火也不灭。